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来 NUALM 频道，今天继续同大家分享曾江的演艺人生。今天就将会继续同大家分享曾江演出过的电视剧集。咁佢曾經喺香港電台電視部就演出過啲劇集噶。咁首先就係1972年至到1978年，咁就係《獅子山下》。咁佢個角色就係高定天。咁此外喺2011年，佢就參演咗《廉政行動2011單元5》裏邊嘅施政。咁佢個角色就係蔡維廉，跟住佢曾經加入過佳藝電視，咁喺佳藝電視佢就拍過三套劇集，首先係1976年《射雕英雄傳》，咁佢就飾演郭少天，然之後都係1976年。《神雕俠侶》，咁佢就飾演趙志敬，亦都係1976年，咁個劇名就係《明星》。好啦，然之後就街市就執咗粒，咁跟住佢就跳槽去咗麗的電視啦。咁喺麗的電視，佢就拍過以下呢啲劇集啦。1979年嘅《大白鲨》，飾演馬卓漢；1979年嘅《俠道風流》，飾演宮冰眼；跟住1980年《胡海爭霸六》，飾演高天遠；1980年《浪潛長堤》，飾演糟包；1980年《彩雲深處》，飾演陳煥然；1981年《遊俠張三豐》，飾演司空絕；2000年《美麗傳說》，飾演雷澤東；2001年《非常好景》，飾演唐健生；2001年《中橫天下》，飾演羅錦新；2005年《大冒險家》，飾演范根；2006年《義無反顧》，飾演張海濤；2008年《火蝴蝶》，飾演張守仁；2010年《勝者為王》，飾演雷亮。好，咁跟住去到1981年啦，佢就加入咗無線電視，咁就幫無線電視就拍過一大扎嘅劇集啊，喺無線電視。咁而家我哋就慢慢同大家分享嚇。咁喺無線電視拍過嘅劇集就有1981年。女黑俠木蘭花，色情無悔；1982年錯結良緣，色落子陽；戲班小子，色譚西敏；星塵，色江繼祖；萬水千山總是情，色演庭俊；前途，色女世華；播音人，飾演殷家傑；天降財神，飾演張兆新；東射雕英雄傳，東邪西毒，飾演黃藥師。咁呢個係1983年嘅嚇。射雕英雄傳之華山論劍，飾演黃藥師；神雕俠侶都係黃藥師。冤家再见，饰演林达廷。跟住1984年，笑傲江湖，饰演岳不群；鹿鼎记，饰演陈近南；
香江花月夜饰演乔老六，信是有缘饰演范信之，好女当差饰演杨森。咁跟住1985年，错体姻缘饰古吉祥，碧血剑饰演袁崇焕，雪山飞狐饰演田归龙、田安炮，挑战饰演郭柱，大香港饰演陆海，大厦饰演许生，新泽师兄续集饰演客串呢个廉署嘅总调查主任，杨家将饰演玉皇大帝，夜惊魂做节目主持人。跟住1986年，执位夫妻饰演成家立，爱情全合饰演麦佳，狄青饰演宋仁宗，倚天屠龙记饰演谢逊。咁呢个倚天就系梁朝伟嗰个倚天嚟噶吓。神剑魔刀饰演白凤天，神勇 CID 饰演周权，小岛风云饰演招济夫。1987年，大城小子饰谷永祥，生命之旅饰演车宗慈。1988年，誓不低头饰演陆国荣。咁呢套剧就呢、这个陆国荣相当之出位啊，做得。跟住无名火饰演陆国英阳，跟住系风流父子兵饰演游海。跟住1989年啦，千外有千饰演屈小豪，天变饰演慕容不凡，连城诀饰演丁典，无冕急先锋饰演欧冠豪。1990年，我本善良饰演齐乔整、朝阳，天若有情饰老大海，大家族饰蒋文山。跟住92年，大赌场饰演蔡炳强，大时代饰演龙城邦。跟住1993年，马场大亨饰演李奇，少年五虎饰演谭来旺。94年，廉政行动1994饰演戈顿。1997年，真情饰演李彪汉。1999年，非常保镖饰演纪中南。咁喺 Viu TV 咧，佢亦都演出过一个剧集，就系2016年嘅《马加烈与大卫》系列《绿豆》。咁佢就饰演呢一个赵勇。咁佢亦都拍过一啲电视电影嘅，分别就系有《少妇情怀总是诗》啦，《男人四十》啦，《喋血黄报摊》，《喋恋》。假面、群星会同埋死角，咁一啲综艺节目啦，佢亦都系参加过噶。咁分别就系91至92年嘅《欢乐今宵》啦，佢就负责做主持啦。91年嘅《猛鸟差馆》，佢又系做主持啦。咁97年嘅《公益金》，《公益开心果》。咁佢就係做嘉賓。咁另外2014年中國版嘅《花樣爺爺》，咁佢就參與嗰個真人 show 啦。咁另外2015年就做嗰個《四個小生去旅行》啦。咁佢就係四個主持裏面嘅其中一個啦。咁就2017年嘅最佳拍檔啦。咁就佢就負責做嘉賓。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曾康嘅演艺人生，
分享到呢度亦都全部完结啦。喜欢呢条片嘅朋友，请大家留言点赞、分享，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哋嘅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我哋下条片继续同大家分享另一个影视红星嘅演艺人生。好，希望大家唔好错过，下次见，拜拜。